废了，废了，废了！我再做这牌绝对废了，完蛋了。这游戏多少是有点就是 ，respect shout out to 虎子啊，只要不做最后一。他怎么叫最后一名呢？他是全国前十三，他是十万人里面的第十三。Yeah, 他怎么说也是万里挑一。你抽牌吧你。必须亮出最左手的那张啊！第一轮比大最小的数。放弃了。我也放弃了。王玉鑫最小，王玉鑫加一啊！但我这个是最优解了。明白明白。他肯定是保在后面的。第二轮比小最大的数啊。升格输，第三轮没交，没交，十八，十二，二十一，赢了二十，二十，十八，虎哥加两分，虎哥你这个十二是可以的，十二是可以上，我应该把这个放这个啊，我刚明白，现在刚明白，其实这个减一分就无所谓，好，最后一把，六七八顺子，顺子，同花，同花，同花，三条。最大的三条，王月星加三，还最优解呢。我这副牌，老天爷来了也是最优解。这样，咱们可以动脑子啊，这副牌有没有更好的拆解方式、组合方式？确实没花，没有花，只有一对八。没有，要不我干脆回家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坐了吧啊。OK， 我们这个，我们看，这就慢慢的成绩就出来了啊，成绩出来了啊，只要保证你不丢分 ，OK 了啊。哎，哇塞，输不了了，这咋也输不了啊！我能不能投降啊？让十一点，最后同花顺来了。答案组，咱的拖把在哪放着呢？拖把在哪里？我先了解一下。来吧，来，第一轮比大 ，K， 我想。哎呦，我比你大，全九三加一。哎呦，命运吧，命运吧，命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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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会加三的，别着急。第二把比小四二，最大的是亮哥。好，第三个二十一点，我二十，十九，你那是多少？虎哥是十五。喂，我十七。哎呦，刺激了，刺激了，最后一把了，哎，最后了，游戏的最后一把了。最后你们不用亮了，你们不用亮，你们不用亮啊，你自己看看这是啥，你们不用亮啊，不用亮，我自己加三啊。好，我跟虎子，最后一把加三 ，one on one， 最后决定谁拖地。老天爷！我已经洗完了。虽然说那个一分的学费是很便宜，但是你看最后如果玩到最后，就可能就差那一分。哎，两个，两个，坐过来，我们越来越像是帮虎哥加个油。你们年上组的帮艾伦加油啊！我哪住过这么大的家呀？我可没拖过这么多的地。如果按照综艺的发展的话，几率会大一点。综艺的最优解真的是我干的。你要不要坐那儿？哎呀，无所谓，就这儿吧。我这个位置可是冠军的位置哦，无所谓。今天这个游戏的，我还就是冠军，在我眼里一文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来哥，来，来开始看牌了。命运的齿轮此刻在转动。比小，我先看一下，搞个最优解，搞个最优解。哦，这两个帮他了呀，你俩可以帮他，我帮他。我俩帮他，帮他赢还是输啊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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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已经摆好了，这不行。但是拼前面了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来吧，让他喝一个吧。来，亮哥，年上组得有年上组的姿态。哎呦哎呦，拿捏了呀！要不这样吧，要不这样，你看这样对，比大，嗯，然后这是。然后这里顶第三轮，淘汰第三轮，因为你三轮你咋都赢不了。对，来吧，只能这样。万一打个平手呢？万一打平手？好，第一轮请翻出最高一张。可以。输了。可以了。五子加一。来，第二轮比小。来，三二一。干了！
每一轮都压制吗？第三轮可能有悬念，他可能会赢我，或者跟我打平，赢我，赢我，赢我。有。现在两个人的比分是一模一样。Final round， 最后一轮，最后一轮。一起，三、二、一。一啥呀，没有，我们没好牌，一手烂牌。哎，从今天开始我叫陆清洁好不好？